安徽省的罗省长是我的连襟，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应该改口叫罗秘书长了吧？这周佛海到上海任市长，非拉着我这连襟一起去，当什么上海市秘书长兼财政局局长，不过也好啊。现在啊，我这连襟跟着周佛海啊，就等于是跟着蒋委员长啊。 这年月，上面没人，这生意啊没法做。咱们是一家人，以后在南京有什么事儿、有什么难处，随时来找我。你们南京那些人能撑几天啊？恐怕自身也难保了吧。潘老板，来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公司管出租业务的小孔。 你好，这是我们的租车明细，请您过目。扬州浮贸海产公司经理张大成。你好，我是扬州浮贸海产公司的，我们有几箱海货想送到江北，想租几辆货车。好的，来里边请。 当时他说他们公司有几批海货想要送到江北去，需要几辆货车，结果一辆都没回来。后来报了警，好不容易才找回来。可这车上到处都是弹孔，光维修就花了不少钱，我们损失太大了。这个张大成长什么样啊？就是一般人，三四十岁，具体没什么印象了。查查这个人，查查这个张大成。 我已经让警察局的人查过了，公司和人全是假的。情况我大概了解了，谢谢您的配合，这个我先带回去，回头派人给您送过来。好，告辞。不错，这件事不要再查了。不查了，本来也是做做样子。动脑子好好想想，那批劳工是什么人？ 一些老百姓还有国军的战俘，能把国军的战俘救出来的，那是什么人？军统啊，这个时候要是再得罪军统，不就是给自己挖坑吗？谁的女儿啊？这么可爱！啊，是谭老板的小女儿，叫叔叔。叔叔好。你好，你跟我进来。走，走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外面那个小女孩是你的？ 是有问题吗？你是南京人，你的小女儿说欢欢的，怎么有陕北口音啊？这孩子啊，是我领养的。领养了？是，我太太啊生了三个儿子，一直想要个女儿，可她现在啊身体不行了，不能生了。于是啊，我们半年前就到保育院领养了小花。领养手续呢？来。 去拿领养手续，给他们看看。当时保育院的院长告诉我们，小花的父母是被炸弹炸死的，当时她才四岁。他们觉得这个孩子特别可怜，就接到了保育院。收养。上河保育院。 谢谢，李主，我应该谢谢你才是。这次解救劳工的行动，戴局长非常满意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在这些战俘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师长，他就是戴局长的亲侄子。我们找了他好长时间，一直没有他的线索。好在，他现在已经安全地到达重庆了。戴局长说了，一定给你嘉奖的。
这次行动能够成功，是所有人一起努力的结果。是啊，是啊。可是，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顾商局没有除掉肖正弼，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。站长，我正想问你这个事情呢。商局被捕，你们有什么打算？这件事儿，我已经向重庆汇报了。上面的意思是，抗战马上胜利了，现在这个时候搞什么营救也叫不划算。但你也别担心，等日本人投降了，双菊自然就放出来了。这段时间先委屈他一下。如果双菊放不出来呢？如果伪政府要处决他呢？我们不能让双菊在里面等死啊！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，双菊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同志，我们不会无关他的。但是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，还是要找机会才行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有好的解决办法，我没说的，我全力配合。双菊有难，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是是是。你能不能跟肖正弼说说，都是一家人吗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程碧姐是想替双菊说情，那就算了吧，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玉珠啊，你也不要怪你姐太绝情，顾双菊这个丫头但凡肯低个头道个歉，你姐也不至于这样，可她就是死活不开口。姐夫啊，姐，现在天下的大事你们还看不清楚？你们现在多杀一个人，就是给自己多加一重罪啊。况且人家顾双吉是军统的人，杀了他进一步的得罪重庆，你们有什么好处？我还会怕重庆吗？我既然来了南京，我就绝不回重庆。行行，我不跟你聊后路的问题啊。当初你一心想要投身革命，为的就是中国的自由跟民主吧。但是你再看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跟当初追求的还是一回事吗？怎么不是一回事儿啊？我们就是要用和平运动为中国争取权益。你争取到了什么？姐，不要到最后的那一天把自己弄成历史的罪人，被别人写进历史，何苦呢？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的性格你是了解的，我选择了这条路就会走到底，绝不回头。程碧姐，你刚才说的这句话，双菊也跟我说过。他说，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绝不后悔。笑话，他怎么能和我一样呢？姐，你现在选择的是一条死路。好了，都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。程碧姐，程碧姐，现在的双菊跟你是一模一样的，你让他低头认错，他宁死也不从，即便他自己知道是被军统利用，但也绝不回头。程碧姐，你呢？这些年你的内心对选择南京政府是不是也有过犹豫和彷徨？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劝你，你都还是挺直腰板走下去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无论是在武汉还是上海，重庆还是南京，双菊最崇拜的人一直都是你。他也希望能够成为和你一样的人，现在他做到了，我看着他就好像看到年轻时的程碧姐。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不理解双菊的所作所为，
但是程碧姐，你一定会理解他的。主任，这个人就是善和保育院的院长。他总会不定期给一个根本没有人住的地址寄信，而信的内容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。我们截获了最近的几封信，交给了技术科。技术科认为，信里面的内容除了字面上的意思以外，一定另有含义。是暗。秀珍，他人呢？已经带到审讯室了。张局，你不过是雨竹的一个丫头，是我把你从乡下接出来，我抚养了你，我还培养你，我把你送进无线电学校，成就了你的现在。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下得去手。你不明白，也对，像你这种心里只有自己的人，你怎么会明白对别人造成的伤害？伤害？我改变了你的命运。如果不是我，你怎么能够麻雀变凤凰，从当初的穷丫头变成现在的阔太太？是啊，在你的眼里，我永远都是那个伺候雨竹的穷丫头。就算我变成了凤凰，变成了阔太太，你看我的眼神，
一丝一毫的尊重吗？我对你的看法，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你抚养我，培养我，你扪心自问，这么做真的是为了我吗？恒轩少爷活着的时候，你甚至没有正眼看过我，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。无线电学校的报考名额是小姐让给我的，我在党务调查科努力工作，用最短的时间成为无线电小组组长，而你却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。我带着重生逃难到重庆投奔你，你像打发要饭的一样把我给打发了。你什么时候把我当作是一个人，而不是小姐的附属品？没错，我是出身卑微，是贫贱，但并不代表我没有尊严。就算我现在成为了军统特工，成为了陈太太，你看我的眼神从来没有变过。从来都没注意过你。我恨周围的人没出息，没骨气。恒轩死后，我一直希望雨竹能成为另外一个我，可是没想到，我竟然在你身上看见了我年轻时候的样子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没有感情，你就是一台冷血的机器。你难道不是军统的杀人机器吗？双菊，你打了我一枪，但是我不恨你。你执行命令不徇私情，很少有人能在那种情况下不为感情所动。你不一样，你冷静理智，我欣赏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脱离重庆，离开军统，跟着我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就是我的左膀右臂。左膀右臂还是你的下属还要听你呼来喝去？我顾双菊这辈子要做的是一个独立的、堂堂正正的、让你有一天能够仰视的人。顾双菊，我是在给你机会，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，因为我看不起你们这些朝秦暮楚的小人。从武汉到上海，从上海到重庆，又从重庆到南京。肖主任，下一步你是不是又要重新投入重庆的怀抱了？我对你是苦口婆心，没想到你竟如此的冥顽不灵，不知悔改。我对你是仁至义尽了。
谢谢，姐夫。哎，快坐下。唐妈特地做的琼娘圆子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姐，听说你今天去见顾双菊了？是啊。谈的怎么样？执行枪决，明天。 我在这待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遇见你这样的人。明天可就是上刑场了，居然还吃得这么香。主任，把门打开。是。你下去吧。 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没看出来我是在救你吗？跟我说话温柔点。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救。由不得你啊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见你的上级，孙天普。 别那么紧张，我就一个人，没有带手下，不会把你们军统怎么样的。
我走吧。武汉一别，也快20年了吧。这些年，大家各自奔前程，很少有时间能坐下来和老朋友聊一聊。以你我的身份，老朋友这个称谓，我是万万受不起的。也对，堂堂军统南京站的站长，怎么可能看上我这样的陌路之人啊？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这兜圈子的本事是越来越纯熟了。行了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别再拐弯抹角的了。今天冒昧的请老总官官来，确实有件重要的事情，有份大礼想送给您和戴老板。顾双菊。不只是顾双菊，他这个人是谁呀？中共地下党在南京的负责人，只要把他盯住了，南京地下党就不足为虑。孙站长，汪政府已经苟延残喘，想必戴老板对共产党会更感兴趣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替你们救了顾双菊，又提供了这么重要的线索。我希望战后可以让我回蒋政府谋个一官半职，你我之间的合作会如鱼得水。之前的事情忘了吧。陈长官，你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到我的嘴边，不过我又吃不到。你说，你这是送鱼呢，还是？是我。什么？什么人放走的？什么时候？我这就过去。唐妈，唐妈，快备车！太太，出什么事儿？陈德道把顾双菊放走了。愣着干嘛呀？备车去啊！哎，你身上还有伤呢，你走慢点。
小主任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日本人还能撑几天？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找出路，只有你盯着这芝麻大的屁事不放，正法我，替谁正法？陈公博吗？你现在问问陈公博有没有功夫管你这屁事儿？正法我，咱们俩共事这么多年也算是朋友了，听我一句劝，为自己多打算打算。哼，所以你为了给自己铺路，就把顾双吉还给了重庆。聪明啊，顾双菊是重庆派来的，你要是把他给杀了，那你就彻底和重庆无缘了。我这么做不仅是帮我，也是帮你。你放屁！我们的和平运动为什么会失败，就是因为在我们的队伍里有了你这种手鼠两端的投机小人。当年从重庆回来，你不是投机吗？我一直跟随汪先生，我从来没有变过。算了吧，汪先生都已经死了，你怎么还提他呀？哎，肖主任，我们不聊了啊。好话我说尽了，听不进去我也没有办法。如果有一天你想通了，随时回来找我，我帮你引荐重庆方面的人。不需要。我既然选择了跟日本人合作，我就会和他们共存亡。如果哪天日本人失败了，我会毫不犹豫选择自我了断。好，说的是真好啊，有骨气，肖主任。那我倒要看看啊，像我这种小人和你这种大人，到底我们两个谁活得更长？去忙你的和平大业吧。不错。小亲亲，不小姐，黄包车叫好了。好，慢点儿，去鼓楼那边。好，好的。来，都过来，我们进院玩好不好呀？玩捉迷藏好吗？好。那我数到一百，我就进院子里找你们。好。真乖，来来来，进去进去。一定会有人来接头的，密切监视每一个进出的人，千万别打草惊蛇。是。小师傅，麻烦你快一点。